Pretty 16.3A， 咁呢度咧 n 啊嘛，係咪 2x 啦，加9啦，大過7 n 7減 5x 小過等於1減 2x， OK。 咁然後嚟咯，咁我哋逐個逐個計 n 啊嘛， 2x 啦，大過9啊，即係掉個變負9啦，7減9就係負2，咁 x 咧就大過負1。另一邊啦，7減 5x 咧，將個負 5x 移過去會好啲嘅。咁變咗咧，七減一啦，呢個就係五 x 啦，減二 x 啦，聽講呢個三 x 啦，呢個係六，呢個咧跟住就係 x 呢個係二 ，x 大過等於二啦啊！記住啊，我嘅不等式咧主要就係唔喐嘅啊，不等式符號唔喐，最尾先有機會喐嘅啫。好啦，畫圖啦，畫圖攞答案，畫圖咧，咁呢個就係負一喺度啦，二喺度，然後負一就向右手邊嘅空心向右手邊。超過二啊，畫嗰個箭嘴記住長少少。跟住二咧就係咁樣嘅，實心向右手邊。咁好啦，重疊範圍咧就係呢橛啦。大家都重疊嘅就係呢橛範圍啦，係咪？啊，再嚟多次啦。咩叫重疊咧？重疊嘅意思即係話呢度有數，一次向呢面數啊嘛。咁然後二嗰邊咧又係咁樣數啊嘛。咁佢重疊邊橛啊？咪就係呢橛咯。啊，咁所以咧，所謂嘅重疊範圍就係咁解啦。OK， 咁你最尾咧攞答案咧就係、是x 就會大過等於2啦，大過等於2呢句範圍。